什么？开化妆。开始化妆了。好。哦，你已经那么完美了，你要化什么？化桃。两睫毛，两睫毛，两睫毛。大家好，我是 Rosie， 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耶！有人看得出来，我们两个穿的是母女装吗？很可爱吧？今天晚上其实是跨年夜，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家里有个两岁的小孩的话，因为他平常睡觉的时间大概就是9点10点，所以真正的跨年就会发生在他睡觉的时候。那我就想说今年应该要让他也来参与看看跨年的庆祝，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今年把跨年往前移5个小时，也就是在晚上7点的时候就来跨年，所以今年可能就会跟纽西兰的朋友们在同个时间跨年。你想跨年吗？你想跨年吗？你想跟谁跨年？吃葡萄。吃葡萄。妹妹，你要跟我一起跨年吗？蛋饼。啊，你知道跨年的时候可以干嘛吗？你想干嘛都可以哦。蛋糕。现在来做我们的跨年大餐，所以我现在手机这边开着 Gordon Ramsay， 现在教我怎么做 Beef Wellington， 希望会成功。Gordon Ramsay， if you're watching this，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I love you。You're the sexiest man on earth. 妹妹，妹妹，妹妹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妹妹，哎呀，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现在6点58分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写6点58分？再听歌。现在是59分了啊，陶比。等一下我们就要一起跨年了，知道吗？5 4 3 2 1 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别吵我手机了，新年快乐，开动了，你准备好要吃饭了吗？这个是有一点失败的威灵顿牛排以及多出来的酥皮，这是一些蔬菜，这是我老公最爱吃的鲑鱼，还有鲑鱼一定要搭配的白酒，还有酥皮，菜好爱吃花椰菜呀。好，快速的为自己平反一下，就是虽然他是就是这么的熟，可能会被就是 Gordon Ramsay 直接掉垃圾桶，掉垃圾桶里面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的好吃。好，有没有好吃？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吃耶，真的很好吃耶。你喜不喜欢跨年？喜欢。
还有我结婚。你要跟谁结婚？妹妹结婚。你要跟妹妹结婚？你要不要赶快睡觉了？不要睡觉。为什么不睡觉？不睡觉。你今天都已经跨年过了，等一下你睡觉，爸比跟妈咪才能在跨年呢。好哦。好哦。